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美术的老家梅子。今天是2021年12月22号。首先发就是今天刚得到的消息，就是苏州昨天晚上有很明显的震感啊，官方说是地震是4.4级地震，但是呢，很多的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很多家庭他的那个房间感觉很明显的床的摇晃。所以我估计这个地震应该来讲应该不止4级，因为我当时在昆明的时候是附近100公里的地方发生地震，然后它的这个我在客厅，正好那天我很奇怪，我在客厅然后在看书，然后就发现客厅的两个灯都在摇晃，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后来从官方得到的这个新闻是这个地震是4点几级，反正不到5级。但是昨天这个苏州一个是地震，然后再一个是看到新闻说西安有人开始出现这个就是在粮油店抢明目张胆的抢，把别人的这个米面油啊这些东西都抢了，不给钱。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有点过分，也不知道后续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今天我想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加拿大能够合法的持枪啊，购买枪和子弹。那我自己呢，今天一天是上个月吧，我就预约了这个月的这个枪牌的学习。首先，不管你是加拿大的这个枪牌，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公众号了，因为可能这个话题会比较的这个比较的不太好，我们就不做公众号去讲了。加拿大的这个合法持枪呢，它是需要你去考一个枪牌。首先，枪支它是分 long restricted 和这个叫 restricted 啊 ，long restricted 和 restricted， 还有一个 prohibited， 也就是说没限制和没限制和有限制以及和禁止。禁止就是全自动的枪啊，我们是不可能，比如说电视里面看到的那种，我不知道什么叫全自动啊，因为我才学了一天。那这个有没禁制的枪基本上就是 rifle， 就是这种很长的那个步枪。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还挺喜欢 rifle， 因为它要那个杆要支撑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要瞄准，这样的话就我觉得这样打出去应该很有力量，就是不会有很大的后坐力。明天我们学的是短枪，就是 这个叫 restricted， 它是半自动的枪，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半自动。我不知道什么叫半自动，我也还没有看到真的枪，明天才能看得见。就是它就是 restricted 限制的，然后呢，不管你是，这是关于它的这个枪的种类。然后如果你想合法持有枪支去买枪和子弹，那么你需要先获得一个枪牌。那这个枪牌它是需要在哪里考试呢？在枪店叫 gun shop， 大家如果来了加拿大以后，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去搜你附近的 gun shop， 然后它会出来很多的这个 gun shop 的店，这些店肯定是持牌的，所以的话你可以跟店去预，因为我是朋友介绍，但是其实在介绍之前我就在网上看到了，无意中就看到了，那然后正好就是出来的第一家就是我今天报名的这一家。这个是两个那个华人的留学生在安省的 Markham， 那正好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开车17分钟就到了。然后呢就是说你就要考证的话跟 gun shop 联系，费用的话是360加币报名费加上培训费吧，应该来讲因为当天就要考试，今天培训两天，然后它是有笔试和操作。今天是 long restricted， 明天是 restricted， 明天学那个短的那个半自动枪，学了以后马上就考，整体下来说是两天，其实呢也只是一天半，明天下午1点钟就结束了，所以这是就是考试的情况。然后考完了以后，
我们在网上啊，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寄，因为刚 shop 店里面的，你可以加他的微信，然后店里面的老板他会亲自来给你去培训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大家都是他以后的潜在客户，因为考了枪牌以后肯定就要买枪了嘛，对吧？那如果老板你看的比较中意，你也认为比较 OK，那以后也可以找他去买枪，对不对？那买枪买弹买子弹，然后也会有二手的，也会有一些促销活动，总之就是会，我们会长期会跟这个刚 shop 店会产生一个关系。发生一个关系，对不对？发生联系。然后呢，这是就是培训的这个过程中，他会发一本书，发一本这个书啊，其实根本就不用看，大家也可以去看里面的内容啊，反正全英文的，英文好的不管好不好，大家看一看。总之，在加拿大学习，在生活没有英语不行啊，对吧？是不行的，所以学习的没什么坏处。会发一本这个书，然后会让你填两张表，然后还会发一个这个还会发一个信封，一个信封，上面会有你的这个收件地址，然后呢还会发一个这个信封，这个信封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说我们在网，当我们的培训结束，我们也2天的课程我们也都通过了，那么我们回去以后呢，就是在网上去下载我们的下载我们下载一个申请表，申请表，然后这个申请表需要有证明人，有 guarantee， 还有这个就是反正有担保人，还有这个见证人，这些人呢，他担保人可以是你的这个朋友、家人，或者是你的配偶，这是一个。然后呢，你的这个见证人呢，他不需要有加拿大的身份，只需要是加拿大本地，在本地生活，你的朋友。不能是家人，你的朋友就可以了。有两个人，他们必须最好是英文 OK。然后，因为有1%的可能性，叫枪械局吧，他会打电话去核实你的身份，是不是认识啊，你们的关系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还没有转换工签，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拿到加拿大的枫叶卡，我们只是一个旅游签或者是学签，任何签证的身份都可以来申请。去考枪牌，所以获得想要去购买枪，合法的运用枪，买枪买子弹之后，你可以保管枪和运用枪，比如说你去打猎，或者说你去靶场打靶，对吧？练习射击，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防身自卫啊，最关键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对吧？那么我们总要留一手啊，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可以，就是按我说的去刚 shop 店，可以去申请考枪牌。我自己学了一天，明天还要学第二天。然后呢，这是关于它的这个流程。然后关于这个内容，刚刚说的360块钱，它是纯英语教学，大概一天半。他说2天，其实就是1天半。如果说你的英语觉得担心听不懂，那么可以，他还有一个加一天，在英文课之前会有一天的这个中文课，他可能会把这些单词或者说把整个的东西给你都过一遍啊。我不知道是怎么讲，因为我没有我就没有去听。然后应该是来说加100块钱吧，加100块钱学费就可以460块钱。就可以再学一天中文的课程。然后关于枪支的使用，实际上在加拿大呢，你是不可以随时没事儿，你不可能挑衅，不可以挑衅，对吧？就是说比如说有人在你们家门口，你说你来呀来呀，然后我拿着枪就打，这样你是绝对违法。然后枪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用的，我们的枪和子弹都需要 unloaded。 什么叫 unloaded？ 就是枪和子弹任何时候都要分开来放，分开来存放，你的保管需要分开存放。你在家里，你把你的手枪都挂在一个展示柜里面 OK， 但是你的子弹必须不能和手枪放在一起。当然他们可以放在他们不能被，子弹是不能被展示，枪可以展示，然后子弹和枪必须是分开的 unloaded， 就是两个东西不能够装在一起，这个很危险，对吧？任何时候只要你还没有准备射击，那么这两个东西都需要分开啊。然后再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平时我们如果说去靶场或者是去林场打猎，这个时候你的拿什么样的枪就是配什么样的子弹，你子弹不可以你的 A 枪就配 A 子弹，你不能去拿一个也许 B 子弹也可以放进去，但是你的 B 子弹是不可以带在一起混在一起。因为如果你把
错误的子弹放在了这个枪里面，那么这个枪可能会炸膛，炸膛的后果是你的手可能会废掉，你的人可能会死。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起来枪它是一个很暴力的充满这个violence 对吧，暴力的这个工具，但实际上我们去学它，我们是希望正确的使用它，除了是自己的一个各种打猎呀射击练习以外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对吧。在枪店老板跟我们讲的是，在过去的历史中，虽然加拿大它不允许你在就是说正当防卫的时候，在法律里面是没有这个条文你是可以使用手枪，但是在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案件里面，因为这个枪店也开了有十几年了，过去的这个枪店它经历的这些案件里面，就是说如果有人啊，曾经他说有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在一个是这个在家里，然后呢有人已经到他们家来了 break in 了，这个时候然后他躲在衣柜里面打电话911打电话说有人闯入我们家里来了，我能不能开枪，然后别人对方911就说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开枪啊，最后开枪没开枪这个结果他没有讲，这是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怎么说，有人 break in 然后他就开枪把那个人给射击对吧，肯定是中弹了，最后警察来了以后的结果是把他的枪全部都收缴了，然后打官司最后这个人胜诉了。所以说在历史中所有的这个 break in 如果是别人闯入你们家然后你拿枪做正当防卫去射击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那历史上所有的法官的判决全都是这个正当防卫的人胜，所以对你来讲对或者对我们来讲，我们对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拿枪来保护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会坐牢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不可以挑衅啊。我把今天我自己学到的一些要点及时的说一下，因为有可能会忘记，学过了就不太想记得很清楚了。当然肯定会记得很清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就像开车一样，我们考驾照对吧，那他学的一些交规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要用的，比如说你变道的时候，我先打转向灯然后车速不能停，我然后打了转向灯让后面的车知道，他如果停下来我就跨过去，或者是让他先走到前面我再从他后面过去，我只要有时间，当我变了道以后我的转向灯就要停，然后如果我再变道我再打转向灯然后再变道，就是说打了转向灯然后到了我的这个车道我就停，如果我是左转我先打转向灯到左转的这个车道，我把转向灯停了，然后当我到了这个左转接近200米到300米的时候我再把转向灯打开，而且是一直不停。所以说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就要学这个新的城市的一些规则。好，这是关于今天学的是这个 non-restricted 的一些学到的一些东西吧。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要去用枪的时候，我认为肯定是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学到的这些东西的这些条款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然后呢在考试中呢，我不知道如果没考过会是什么后果，会不会让你补考，我觉得不要还是不要差得太离谱。你比如说像我英文也不是很好，它的这个笔试和操作全都是全英文，而且很多单词 shooting 射击我们当然是知道对吧，但好多单词都不知道，比如说 percussion cap我老师上面边说英文我就边在那里翻译，雷管对吧， barrel 枪管， muzzle 枪口， cartridge 子弹，当然这些大家肯定都知道， trigger 扳机对吧， bore 子弹腻， bore 是什么东西，子弹腻啊，那个有一种这个应该是 rifle 吧对吧，这个长枪它里面那个子弹是一粒一粒的，打出去以后它的子弹是分散开来的，这种还有什么呢，很多单词我这说的是一点点，
所以考试的时候也不允许你带手机，看手机也不能看书。所以说，唯一可以做的是枪店的那个里面的一个营业员，他会提醒你，但是你让他给你提醒你10次，那题目总共有50个题，你好歹你要自己能做，对吧？他不可能把50个题全部教你做，你让他提醒你10个题，他都已经很烦了。说实话，我今天问了很多次，然后如果他也给了一些暗示，但是像我这种英语差的还是很少，大家去的都是在当地留学或者是移民，基本上是以留学生为主，或者是留学的形式，然后最后在加拿大有很长时间的留学背景，然后最终移民到加拿大，他们但是好多都还没有身份。今天说有没有枫叶卡的，只有一个人举手了，只有一个人举手了，所以其他的人都应该还没有拿到枫，有两个人吧，有两个人，我问了一个人，他是拿到了啊，跟我一起搭档的那个男孩，他也是在加拿大留学以后，然后他走的是 CEC 快速通道，对吧？所以就是说，有加拿大留学，它还是能够让我们的英语提高。不管是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不管是多大年龄的，最终留学其实还是能，因为长期听啊，还是会有一些对我们的英语水平还是真的有提高。所以说，如果英语真的不太好，连4分都没有的话，就建议别去学，因为它考试全是英文题。基本你肯定是看不懂，好多单词都是跟那个枪有关的，所以有些可能是看不懂。然后老师让你做这个实操的时候，他也是说的英文，但他的英文会简单，问你，对吧？问你今天是 non restricted，他是问你这些枪啊，请你把那个 bolt 啊要把它拿起来，所以在4个枪里面你要把 bolt 选中啊，哪一个是 break，你要把 break 这个枪找到，哪一个是 semi-automatic 啊，这个枪你要找到，然后按他的要求，对吧？按他的要，他让你这个瞄准，你就瞄准，让你这个叫loaded，你就开始上子弹，对吧？但是在上子弹之前，你要做什么动作？你要 check 枪口啊，barrel 啊，还有 check 这个那个叫 active 啊，这些地方要 check，反正就是学习肯定会教，然后全程是老外的老师用英语来教。如果你的英语稍微有点担心，可以先学一个中文，然后再上英文课，460块钱，应该啊，这只是培训。然后如果是我们在网上下载了表格以后，需要用信用卡或者是这个 bank draft 去付这个钱，好像是今天说的是50多块。然后大概3到4周的样子，会把你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考，今天学习，今天和明天最终培训的这个成绩，考试的成绩单会寄给我们。我们成绩单，每一个会收到2份，我们把其中的一份拿出来，就是今天和明天的，因为我们会拿两个证，一个是限制的，一个是非限制的。这两个证拿了以后就可以买2种枪啊，买2种枪，然后再加上网上下载一个申请表。啊，填好以后就寄到这个地址，之后大概最快的话25天能收到你的枪牌，长的话可能3个月也是有可能。有了枪牌以后就可以去买枪了啊。至于想买什么枪，就是在我们的枪牌范围内能买的枪和子弹都能买，都能买。你买1把和买10把、买1000把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啊，然后保存枪和清洁枪，它有专门的要求。这个大家学习了以后就会知道啊。基本上枪放在家里，首先枪和子弹不能放一起。然后，如果你是有地下室，你可以在地下室有一个有实木门或者是不锈钢门的一个房间，把枪用保险柜锁起来。枪和子弹是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不一起的意思是不能够连接在一起，必须是 unloaded，两个东西是分开的，拆散的放的啊，放在保险柜里是比较好。然后要这个环境要干燥，要干燥啊，不能放在冰箱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不要远离小孩，out of kids 啊，小孩要告诉家里的所有成员枪支的一个危险，然后不能让小孩随便的碰到。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吧。我觉得，既然怎么说呢，新的时期，新的问题，也不是说加拿大它已经到了一种一定要用枪的这个时候，只是说现在我们要把一切的事情做好最坏的打算。毕竟这个就是
还是就是新的时代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应该不管在任何时候，应该是尽最大可能的去啊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如果到了加拿大或者美国，因为美国有美国的这个枪械法啊和考枪牌的这个要求，我们都应该去考一个枪牌。啊，考一个枪牌，不是说一定不是说要去害谁，而是说我们啊，就是最大限度的，我们可以主动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啊，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有措施可以去做，而不是束手无策，对吧？好的，今天就是家里面出的老家梅子为您带来的关于在加拿大就是学习枪牌的第一天的一些感受。感谢您的收听，对我的节目感兴趣别忘了关注和点赞。对加拿大或者是全球的这种移民留学投资有更多的想法啊，也欢迎咨询我们啊，与我们沟通，咨询我们加拿美出国。我们的客服微信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也希望大家很好的保护自己啊，顺利的把这个我们即将到来的2022年啊顺利的跨越过啊，因为神童不是说了吗，2023年5月份疫情就会平复，所以说明年应该来讲还是波荡起伏的一年，我们都要就是好好的就是心平气和的啊把这一年平稳的度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